我有很多档都跟爸爸有合作，跟爸爸还有妈妈、千玉还有儿子一三，我们私下都前都大家都会聚在一起。那听到爸爸现在离开了，真的很难过，因为很多的回忆慢慢都回来，跟爸爸一起吃饭，然后他带我们去泡温泉，然后去介绍他在哪里拍过戏，碰过哪些好玩的事情，当然也有很多的八卦。他真的是我们的校长，也是我们的长者，也是我们台湾的演艺的精神领袖。照顾我们这些资深艺人，我是觉得说，让我们这些资深艺人也能够留点好的戏，或是好的给观众朋友看。很好，现在下面我做纯情对对空。石英呢，是我这一辈子啊最佩服的一个演员。他不但是演技好，他也是我的演戏的老师。今天他走了，他大我3岁，在这个演艺圈里面，真的他的走让我不是说不只是伤心了，我也感觉说好像失去了一个好像很大的一座山一样的。演艺圈的一座山。